哦哟，靠北啊！哎呦喂！横冲冲冲冲冲！哇，韩国的轻冲冲冲冲！等一下，你看我。你知道我刚差点，就是因为你刚刚不是韩文那个音吗？嗯，我刚才欢迎来到，超凶开场，好酷哦，精华可以剪的，也可以了，欢迎来到这充满挑战危险的拆弹世界。您是拆弹专家，请仔细阅读此手册。这本小册子里面写满了炸弹时，不是炸弹，拆弹时所需要用到的知识。等一下，我专业。可以冷静一点吗？有了这本小册子，就连最阴险的炸弹也难不倒您了。但请记住，任何一个小失误都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哦，可以用泰国语言吗？臭马该，海岛。臭马该不是炸弹。臭马该，臭马该，剪那条红色的线，臭马该，臭马该。红色按钮按下去，臭马该，臭马该。臭极瑞本了。他刚刚臭马该，臭马该，红色那条剪下去，臭马该。你是说不是不能剪那条吗？好，我们第一个救援手是 Mina。对。好，我们就三个模组要拆，我要先。不要告诉我有什么东西。一片黑黑的，我什么都看不到。他直接还没跑。然后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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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条线。六条线。嗯。六条线。等一下哦，六条线。然后颜色是蓝黑黑红红红。蓝黑黑红红红。等一下就对了。然后他机身的编号是。什么东西叫？干嘛在闹钟？干嘛在闹钟？它旁边应该有个编号，你看一下。旁边有编号。旁边， hey, 旁边。你刚刚说蓝白红红红哦。蓝黑黑红红红啦。蓝黑黑红红红。好，蓝黑黑红红红。旁边有没有编号？旁边编号几个号码？最后一位数是单数吗？零。零是单数吗？好像不是哈、哦。是偶数吧。零算是中马偶数啊，零算是单数吗？臭马该偶数啦，臭马该偶数吧，臭马该，臭马该，零是偶数啦，零不算单数也不算偶数。你刚刚再说一次，你说那个电线手也是剩三分钟，蓝黑黑红红红，蓝黑黑红红红哦，雷，臭马该救命哦，臭马该，我可不可以出去啊？开门。开门！黑红红红嘛，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哪一条？好，过了。好来。然后有四个按钮，还有四个奇怪的符号。四个按钮，奇怪的符号。四个白色按钮。然后就问说：“按有多奇怪？”可以跟我讲。到反过来的问号。反过来的问号。嗯，到颠倒的问号，好一个。很像一个 BG 吐舌头笑脸的 BG 吐舌头笑脸，两个眼睛很小绿，然后笑脸，然后下面有吐舌头。哦，我知道，我知道。然后上面是一个左右相反的 P， 然后 P 的中间是黑的。左右相反的 P 中间是黑的。哦，有有有，嘿。然后有一个是三角形的三只脚的外星人，然后他懒趴在吐墙壁。三只脚的外星人，然后。然后吐墙壁，你为什么断了？中断了？三只脚的外星人，三角形，然后下面有三只脚的外星人，三角形哦，有。你要我垫后面吗？来，吐墙壁有两分半，做马盖，做马盖，做马盖，他现在讲什么语调都是做马盖。好，我看一下，不要动，不要动。为什么我这上面没有啊？不是不要讲话。救命！为什么我上面没有？等一下。哎、欸。哎、欸。
2分05秒，一下只有冲马盖，这是第一关了，冲马盖。这个键，为什么我这上面没有你那个？救命！出口！啊，我知道了。哦，你知道，知道。先按。嗯。啊，不对，它就有两种。干什么？对什么？怎么办？冲马盖，冲马盖！你先按那个三只脚好了。兔兔。按两趴好了，啊，错了，错了。那你先按那个笑脸好了，那个笑脸。错了，两个错了。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哎，这个可以先跳过吗？这个我看不懂。我真看不懂，哇！那个我死后啊，我的遗产啊，八成分给我妈妈，好，两成捐给那个慈善机构。他这个真的没有那个啊，你讲的那个。阿弥陀佛，他没有在同一条啊。乖，施主。对啊，他四个没有在同一条哎，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阿弥陀佛，善莫大焉。请大家支持蔡英文一票。按那个 P， 按那个 P， 有。然后再按倒掉问号。倒掉问号，爆了！爆炸了！好喝。一二三四五六，六条线。哈，六条线啊？有什么颜色？红、蓝、白，红、蓝、白。红、蓝、白。哎，不是，红红蓝白，红白蓝，红蓝白，红白蓝。那，等一下，红白蓝，红蓝白，红白蓝，红蓝白，红蓝白。两个数据不一样哦。被崩了。红蓝白。等一下，红蓝白，然后后面是什么？红白蓝，你要我换个语调吗？冲马该，冲马该，第一组颜色是红蓝白，冲马该，冲马该。白蓝，等一下，那个如果我的第二份遗产啊，要给。都遗产的吧？没写到我的。我要按闹钟喽。那个。那个应该是第三条。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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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样四个白色按钮，四个白色按钮哦。哼，一个是 A 一连在一起的 A 一，小写的 A 一。哎，小写的 A。哎，那个发音字母我忘了怎么念。然后哦，你啊有。然后一个是六，比较奇怪的六。我知道那是 K 音标，但是忘记它怎么念。哦、好。还有一个是这是什么？没有，它的六是。没有，它的六是直的还是横的？横的 ，OK。嗯，好，一个欧姆。欧姆 ，O 下面有一条线吗 ？O 下面横的啊，欧姆啊，欧姆符号。哦，好。好，再一个三叉戟。三叉。不然就是三个蜡烛的烛台那一种。哦，三个蜡烛、哦。那。第一个那个 A 的 A 错了、啊、等一下各位我的第三份遗产、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分的啦那等一下那个阿草帮我打一下那个多重面板、不是多重面板多重分那个平台那我的器官还可以分是没有了我都被炸烂了，怎么分？哪一个？O 先吗？我怎么知道 O 先不是先的？是你要告诉我哪个先？现在没有四个按钮了吗？四个按钮啊！对啊，那个 O 下没有横线的。哪个先？
啊，那个升天了。哈哈哈哈哈！那不管是一个一，一个一点一，我都已经解开，你们还在呕心。你不能看答案哦。我没有看答案，我看解谜给的。我觉得是修他刚刚叙述有问题，因为他刚刚说六是横的，我有听到。横的、啊，就是直的。上面那一条是横的、啊。不是他的问题，就是直的还是横的？你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去判断、啊，这边有任何像。六横的是横的六吗？没有啊，那表示说修有问题嘛？那修有问题的话 ，A 又不是第一个的话，那就是六了嘛？哎，这一点一哦，所以再来是马尼哦，加油！对，好，马尼先来，五条线。等，我现在是要看哪一个的。各位，我的，从线开始啊，你就开始往下拉，看到线那个地方解字去做判断、啊。你就翻到线的那一页啊，啊，你不能看秀的台哦。哦，好。所以你就要关掉那个三下巴。没有，我早就关了。哎、欸，为什么是三下巴？好，你说线是不是？嗯，有五条。哎、欸，五条。黑白，红白红。黑白红白红，我看一下哦。把第一条剪掉。哎、欸，过来！你们看到两位？好，大家都卡住了第二关。一个有四个按钮，四个白色方块按钮。四个白色方块的钮哈，好，一个是星星，一个是星星，好，一个是放大镜，放大镜，梗在下面的放大镜，好，梗在下面的放大镜，好，一个是一个眼睛，还有一个大叫伸舌头的脸，好，一对眼睛啊，嗯，然后一个这啥小啊，一个像弹簧的东西，横的。螺旋状的 ，OK OK， 像弹簧的东西，横的螺旋状，我看一下。第一个是星星嘛，然后放大镜，所以我要按的吗？等一下，不是，还没，你不要。先，没有，你不要乱来，不要乱来。哎，老吴有。佛拉尔，佛拉尔，横冲向前面冲，向前不进冲向。起床了，各位。嗯，加油！我来收割一下我的麦田。我心情收割麦田的吗？我已经要死第三次了，你在那边收割麦田。是看小键盘没错吗？我不知道啊，我怎么都只看到这些东西啊？什么小键盘？对啊，小键盘、啊、会有那些图是只有小键盘的。啊？对，小键盘，对，对。阿弥陀佛！我要每炸死一次就信别的教了。来，接下来吧，修。可以啊。刚休息也是一个选择。你再重新讲一次图示。你说左上是星星。我没有照顺序念啊。你给我照顺序念。啊，右哎、左上是那个螺旋的。哦。好，右上是眼睛张大嘴吐舌头。哦。好，左下是放大镜，右下是星星。下是放大镜。有，我赚了十万块，不对，我赚了一万块。好啦，我们首先要捐出的是这个小小兵的玩偶。请打以下这支电话，我死后会把这只小玩偶寄到你家哟。千万那个，
秋叶副歌总在吃饭吗？妈妈！现在那个你说大叫的那个，哎，有。哦，再按放大镜。哎，有。螺旋。有星星。好，过了。好，一个大按钮。一个大按钮，好。好，蓝色的 hold。蓝色的 hold。等我一下。最后一个啦，剩24秒啦，我们到底能不能在24秒内逃出升天呢？小小兵到底能不能继续留在我家呢？按着不要放开。滚！旁边跑出红色的。红色的吗？嗯。当计时器上任何位置出现一的时候，放开手。一。哎，过来一，剩下1秒46。我靠，好猛，好刺激哦！而且刚好是你说剩下一的时候放开手，如果你说剩下二以上放开手的话，就没办法了，就没救了，就爆了。哇！一开始是一段文字，一段文字三角还没有出现啊，差的还没出现，哦、不要吓我了，一段文字吓死我了，怎么会雷蒙哥都？现在韩冲慢慢冲，慢慢冲。好，四个白色按钮，四个白色按钮是孵化那个吗？嘿嘿 ，OK， 好说，好实心的星星。实心的星星，好一个横的奶子，横的奶子，一个的三个奶子，什么东西？一个三个奶子什么东西？只有一个的奶子，好，你把它横过来，开口在右边，啊？开口在右边，好，有吗？好，你继续讲，你继续讲。好，一个烛台，三叉的烛台，烛台，好，嗯，好，一个山上面长脚，下面有尾巴。那个山上面长脚的，上面有两个触须，下面有尾巴。烛台，烛台，那三星星。好，过了，实力看到了。然后，对，黄色按钮，黄色按钮，大按钮。来，干按钮在哪里啊？靠背哦，我没看到这东西、啊。一个圆圆的大按钮，黄色的哟。嗯，好，那个。上面写 hold， 写 hold， OK， 按住不要放，什么时候看看有什么反应？哎、欸，橘光，橘光，橘黄的。橘黄，有点像橘，有点偏黄，可能是色差吧。那你先试试看，按到5放开。5刚过欸，我要等10秒钟。咦、欸、我会重来哦，就是有出现5的时候放开。哎、欸、过了，最后一个实力，各位实力。来菱形四个按钮，四个菱形的按钮。好，有四个颜色。好闪黄光，蓝色上面，绿色下面，左色红色，右边的黄色。对，好，闪黄光，我看看在为什么做，然后我们还有2分半。哦，好，那样子，你，黄色，按绿色，然后出现什么？黄红哟，感谢追随，黄红，嘟嘟，那再按黄红，八错了哟，嗯。他还是在亮黄红在跳，那就是，哎、欸，当然是按蓝色嘛，刚按绿色啊，绿色还要跳黄红，哎、欸，这个解释有点奇怪，阿弥陀佛，那就绿红看看，怎么、啊、直接按吗？哎、欸，按绿红，错，我刚按绿就错了、欸。
刚刚绿色错吗？我一按绿色就错了。嘿，那你跟我说对。第一次按绿色啊，好，按完绿色，他在跳黄红啊，他现在一直在跳黄红啊。哦，好，我懂意思了，你犯色现在是错两次嘛，对不对？哈，最后一次机会了。黄红哟，按绿就错了。嗯，刚按绿就错，按黄也错。剩下38秒。蓝绿。我按蓝绿啊。哎。蓝绿。过了。哦。黄红蓝在跳，还有、哦、还在跳，他还在跳，剩十五秒。黄红蓝跳，黄红蓝，黄红蓝，七蓝六蓝绿红蓝绿红蓝蓝绿红，哎、欸、过了0.55，我靠，剩一秒哎、欸，机车，这新的真的有点机车，新的剩下0.55秒，四个图案，四个图案，四个图案的，嗯，来，哎、欸，金字塔。金字塔、啊，哎、欸，就是 A 下面有懒觉。哦，好，好，哦，刚好。这是什么？好，再一个是 O 下面有懒觉。是刚刚放大镜那个吗？对对。嗯，好。好，再一个三角形，三角外线，好，左边有懒觉。三角外线。什么？我有两个符号，我看听不懂、啊。就是三角形倒三角形。干嘛？外星人懒趴杜道强吗？对对对对对对。跟我说懒趴杜道强哦。好，先那个哦懒叫。哎、欸，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呢。对、欸、呀。还有一个土雷可以吗？你是哦懒叫。哎、欸，对。然后 A 懒叫。A 懒叫。然后你说还有一个是什么？杜道强。还有一个还没讲，那个杜道强懒叫。你一个是吐到懒人叫，还有一个嘞，还有一个是很草写的 X， 很草写的 X。OK， 那吐到懒人叫，哎、欸，好，过来过来过来。我叫懒叫，我都懂哦。哇，干，真的干干干，好好好，还有一次，还有一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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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嗯，好，是横的奶子，开口在左边，开口在左边哦，左边。嗯，好，好，欧懒叫。哦，懒叫，好，草写 X 跟闪电，闪电哟，闪电，有点斜的闪电符号，闪电，闪电或者是 N， 我都看到了，闪电是 N， 或 N， 或 N， 有点像 N， 有点像闪电，嗯，只有那个符号长得像闪电啊，哪个符号像闪电？啊，拜拜，来，还是讲懒叫吧。跟你没有奶子跟懒觉就不会看了吗？不是啊，唯一整个里面有像闪电的。好了，先欧懒觉，欧懒觉，对。然后那个奶子，哎、欸、啊，这奶子错了，奶子错了，奶子错了。哎、欸，哦，哎、欸，哦哦哦，靠药是这个，那个啦，那个啦，那个那个闪电先啦。好好好，哎、欸，等一下，你那就。六乘六的方，六乘六的方格点。等一下，我找一下。你要先找到它。对，我要先找到。没看过六乘六的方格点。哦，我找到了，迷宫是迷宫，有点像炸弹超人那个墙壁。哦，真的耶，六乘六好。好，怎样？有两个圈圈，一个三角形。一个三角形。嗯，你要知道圈圈的位置。对，我要知道位置。好，一个是第三行第二个。好，一个是第三行第二个。好，第一个是第一行第五个。第一行第五个。好，从左边数数到右第五个。不，第一行是横的行。对啊，所以从左到右啊，最左边下面第二个啊。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很难听懂，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行列列列行列行列行行不是横的吗？行是横的，可是横不是从最上面开始算吗？你是从左到右算，还是从上到下算？最左边那一指的那一排。最左边指的那一排，我好像念反，最左边指的那一排，好，最下面倒数第二个，你好，没关系，快快快快，倒数第二个，
好，第二个直的第三排，第二个直的第三排，第二个。嗯，好，三角形在直的第四排，第二个。哦，啊，我懂了。噔噔噔噔噔。然后三角形在哪里？直的。直的第四排，第二个。那你跟我说，你我听，我现在不懂你的那个行列。你是从左边那边还是？从左到右啊，第四排直的。的第四排，然后再往下数，是不是？往下数第二个。往下数第二个是三角形。哼。你有亮着指示灯吗？没有。是都。有白灯，白灯在指的第二排第一个。白灯在指的第二排第二，然后就是，你三角形的那个指向是哪里啊？是上下左右都有。啊、等一下，你是那个方格外有三角形吗？有，可以走。对，往上一格。它已经在最上面了。你在最上面了，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啊，你说的白灯是比较四面楚歌的那个，对对对，对对对。那往下一个，好，往左两个，往左就一个、欸。我怎么听不懂？等一下我听不懂你的行列、啊。你的阿弥陀佛。阿门，阿门。你说，等一下，你说一下，你白灯是在从最上面那一排数下来第几排？最上面那一排数下来第二个。第二排。第二排第二个。第二排第二个。现在就爆，爆了，爆了，爆了。你的行列很难说啊！你来猜，300多块，你现在给我去买。我观众。哦，空心的星星。空心的星星，嗯，然后横的奶子，开口在左边。OK。好，歪歪的 X， 歪歪的扭的 X。好，那个先等一下，奶子星星 X 打问号。哦，好，先好，所以奶子过了。星星，过了，过了。老问号，没在理你啊。下一关，你这关已经过了的意思啊，萝卜。下一关了。什么？然后三条线。啊，三条线。你好激动啊！三条线。等一下，三条线是什么颜色？蓝蓝白，都全不见了。等一下，啊！我在找这。我已经很努力了，我们看到了，好，来好讲。大的数字是二，好，下面的数字是二三一。等一下，大的数字是二，嗯，然后四二三一，嗯，等一下，几分钟？巴拉维西米亚，三一，系统经过保佑。我的性命大吉。4 4 2 3 1，是要按下四个键。你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要干嘛？等一下，按下四个键，我一次按四个键吧。我好像没有尝试过。等一下，这个对，等一下，拜。巴郎拿开嘴，不经过博弈，小的性命，4 4 2 3 1，我怎么又好难哦？我那是给恭维，为什么指引人的字眼？我真起码都出代级啊！再见了各位。哔哔哔，爆了。OK， 换面啦。好，换我来哦。然后好一个，另外一个圈圈是往右第二格，嘿，往下第四格。第四格好。好，白色的点在隔壁右边，在哪边？右边。刚刚那个右边啊？
刚刚第二颗点的右边吗？啊啊！那你先往右。好了吗？这样就可以了吗？对，这样就可以了。往右再往上，我们要去吃掉那个点。往右，然后嘞？往右往上，然后再往右。啊。然后再往右。啊。然后再往上。啊。然后往左就吃掉它。没反应啊！我吃它干嘛？不是要吃三角形吗？不是要吃它吗？不是吧？我还有一个红色三角形在转啊。他说要利用白灯到红灯的位置。红灯是三角形的地方。走错边了啦！是三角形的地方。三角形的地方，我要去三角形，让我去三角形。那你的三角形在哪？右边第五格的最下面。往右第五格，往右第五格的最下面那一格。下面啊。嗯，然后我现在在上面的绿圈圈，圈圈那边，哈，你往右，哈，然后再往下，哈，走到底，下到底，对，哈，然后再往左两格，啊，到了，嗯，错了，等一下哦，好，那就再一次，黄色 detonate， 黄色 detonate， 你知道它有电池吗？有三颗。快办，干不会讲。四颗、五颗，有五颗。干不会讲啊！啊，按一下。干你又没问，干我是知道你。按一下，马上放开。好，过了。好，那个最难的六乘六。看为什么我跟你扔六乘六？我不能扔六乘六啊！我要解英文啊，靠背啊。好。好，我从最左上开始讲啊，先往右再往下。先往右再往下，好。嗯。往右第五格，往下第二个，好，是圈圈，嗯，好，往右第二个，往下第四个是圈圈，好 ，OK， 那个地方也是红色三角形，哪个地方是红色三角形？刚刚第二个圈圈的地方，第二个圈圈的地方，嗯，那你第一个圈圈往上一格，什么第一个圈圈往上一格？我现在往上一格吗？第一个圈圈在往上一格，我没办法动圈圈啊，我只能动白色的点。对啊，你白色点在哪里？在第一个圈圈的下面一格。第一个圈圈的下面一格。往右一格。往右一格，好。往上一格。然后再往左一格。一格。然后往上一格。上一格。然后左一格。往左一格，然后咧？下一格。下一格，再往左一格，左一格，再往下一格，下一格，再往左一格，左一格，再往下一格。好，过了。好，英文。我最没跟你没有代沟。英文。然后菱形，四格。啊？什么？菱形的，四个菱形的按钮。四个菱形的按钮。你不是解过四个菱形的按钮？好，绿光，亮绿色。等一下，我要找这，好难弄。哪里啊？好，哪里啊？你再讲一次。绿色，绿色，黄，黄啊。嗯。错。啊？你没有看编号。南无观。在晚上不要乱唱这个。等一下，你再讲多一次。啊，亮绿光啊。完蛋了。亮绿光。亮绿光，蓝色。哈，完蛋了，有人没看编号。啊，错了。有人没有看编号。哦。从干谁我都抓不到提示啊。等一下，有人没有看编号。有人没有看机身编号。不然你以为他两格放在那边给你吃饱的哦？吃饱，吃饱完。放两个东西一样的给你吃饱的哦。没有看编号，你是绿光的吗？没有看编号，绿光啊！看编号，编号没有，看编号，我快漏尿了，黄，按过了，黄刚按错了，所以等一下，所以有什么颜色？不是啊，现在目前不是颜色的问题，你先看编号了，编号有吗？你会看中文呢？
它里面有一个是含英文字母，按错第三次就炸了。有一个是含英文字母，一个不含。啊，我很乱，编号吗？对对对，它是机身编号啊。它不是有两组？它不是有给你两组吗，孩子？有吗？你到底看到哪里去啊？你现在在看老师说吗？哦，对哦，白痴哦！等一下。好，再接下来要捐出来的是这一位。有有什么？震动是星矢里面的。我都忘记他叫什么，他叫什么？哦、我好想要哦。这也是刚刚最悲哀的是修捐的即使念编号给他听，他也不知道啊。我有看到编号，我已经在看编号，但是我没办法讲啊。哦，等一下，你是说四个编号吗？阿弥陀佛。右下角那个是什么 ？What？ 他的不是有六格吗？右下角那个。右下角那条就是 What？ 哦，就是 What。你要注意语调、哦，是 What， 不是 What， 是 What。太口语。快点念，我们快点。六个全念吗？对，全部。第一个是你有学过英文吗？你好烦哦！不是不是，我这是认真的在问。有啦，有学过啊。第一个是 U R 缩写的。U R 缩写的。嗯。第二个是 U R。U R。嗯。第三个是 U R 你的那个。U R 哦，有嘿。第四个是嗯哼。嗯哼。不要那个。嗯哼嘿。好，再来是 like。like。这里只有我跟萝卜懂英文。然后就 U R。哪一个 U 啊 ？Y O U， 然后一撇 R I R E。好，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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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耶！好好好，四个按钮，四个按钮，方格按钮，方格按钮。方格按钮，方格按钮是什么？四个方格的按钮。好，新的新的题目。好，颠倒的问号。颠倒问号，嘿。眼睛笑脸吐舌头。眼睛笑脸吐舌头，嘿。哎，懒趴吐墙壁。嘿。念一次啊，念一次啊，重复说一次。什么？懒趴吐墙壁，然后嘞？哈哈，一个 B 一个 T。B 跟 D 合在一起，跟 D 啊，难说那个，然后倒问号。等一下，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 T 跟 B 的那个。啊好。然后再是懒趴那个。不想面。好好好。然后倒问号。好好好好，黄色 YY 的 X， 扭扭的 X。嘿嘿。好 ，O 下面有懒趴。O 下面有懒趴，好。放大镜。O 下面有懒趴。好。你已经抛开形象了。好，你抛开形象。然后空心。好好好好，过了过了过了，三条线。猜太远，不要闹。三条线。Yes。Yes 哦。嗯。我要等到最后三秒。好，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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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我刚可能是我耳包了。耶！耶！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我们终于又过了一关了。哇，好难哦！